常开心，你知道吧？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贵宾，这个而且还有他们还为我的开幕式讲了话，这个当然我就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，能够在新加坡展出，这是我的一种荣幸。这个东方这个儒家文化共同体的这些国家，他们的共同的绘画就是水墨画，所以说我们这个东方的水墨画算是代表东方画系，跟西方的画系这个油画是一个平等的地位。